是要去那边，就做体力活，体力活。对对对，把这个酒杯给背过来。好的。然后我们两位小姐姐的话，可能就铲到这个大锅里面。对，用那个簸箕。簸箕，对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是吧？可以，可以，轮着来呗。可以，可以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玩的，好玩。哇！哟，这么重啊！就是有点，我想过它可能很重，但是没有想到它。真的有点分量，果然很重。哎呦，没事。好，回去，回去一身的酒香，一身的酒味。我觉得像在拍一个年代酿酒戏。对，兄妹五人继承家业，重新振奋宗教。把这一缸这么快填满了都。行，老师们，那我们一步往这边走，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了啊。好。香，小心小心蒸汽啊，小心很烫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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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烫不烫不烫，可以可以不烫了。来，再往这边来一点。看见星星没？看见了，你就是我眼中的星。哇，哎呀呀呀呀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喝就已经想吐了。这儿哥，你凑近了，你们那个哥在一直吸那个，多浪费！再见！哎呀，哎呀，真走了就没有了。这一坛子酒的话，都是我们今天的作品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坛子舀在一个小坛子里面吧，因为是我们共同的心血，好吧？大家都要去体验一下。那我们也把我们自己酿的酒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就可以进行我们今天的卖酒计划。那就是我一直想，一直想着这个过程。四，好，哎呦，喝到重了，真是。走走走走走。拿到土城景区去，让路人品尝。十二个累计好评，必须要八分以上才能算好评。所以其实你看，酿酒是跟水跟气候是有很大关系的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白酒，酱香型白酒在整条赤水旁边两岸其实出了很多很多。因为发酵过程中是依赖很多微生物的，就这个地方的水加上这个地方的土，包括空气湿度温度一切加起来，这个微生物才会长得比较好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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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发出发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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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别走，尝尝我们的酒。有没有兴趣尝尝我们酿的酒？可以，辛苦辛苦，请您喝杯酒吧。如果觉得还 OK 的话，给个好评啊。好嘞，好嘞。那个全部先生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那您看我们这个一到十分能打个几分呢？九分吧。九分，九分，九分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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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您，您。十分。嗯。打八分吧。感觉还是差点意思。好吧，谢谢你。咱们去那边看看。走，走，我们赶快。你好。
你这卖的是这是什么呀？烧汤圆。烧汤圆啊，你要不要尝尝新酿的酒？可以。我会告诉你，从一到十分，你帮我评个分数，好不好？当然，我这么有诚意，你会对我好一点。但是，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些酒还味道还是好一点。是，那你帮我评个分嘛，一到十，你帮我评一个好一点的分嘛。这个怎么品呢？跟我们这些比吧。不比，就我这么有诚意，请你喝一杯，您给我一个好分数嘛。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？要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应该就是多一点好啊。四分还是五分？好，谢谢你，非常有诚意，非常实在。收起你们的笑容。大哥，你要拍啊！要拍，来，你帮我尝一尝，喝一小口酒可以吗？一到十分评个分。好，先别讲答案。你看到我这么有诚意，请你喝。一到十分。你好，你要不要喝一喝新酿出来的酒，尝一尝，然后帮我们评个分，一到十分，好不好？我对有时候品酒啊，不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。眼睛不要看旁边。九分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们之前刚刚配置的酒吗？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分？八分吧。拿到一个八分，还可以。你觉得是好评是吧？对。哦，谢谢你。打了一个十分。你也不错，九分半。我也九分半。哦。这瓶你打多少分？七分。那我们的呢？十分。感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攒够了。这个。S 说攒够了，恭喜各位土城戏台见。攒集够了，恭喜各位土城戏。哦，就是刚过来那会儿呗。人开始了。兽中之王，老虎。小弟，你来看，这是余兄画的一只上山虎，是我用了12天的精力苦心制作完成。这其中还有神秘传说。神秘传说，仔细听。哎呦，不就一幅画吗？有什么传说还神秘？我就要收藏。他要把它收了吗？他要收藏了。小弟，不可。哦，翡翠之心。如何？好！哇！不是，他说那画有玄机，然后转过来是翡翠之心，所以他前面那幅画是不是有暗示什么东西是跟这个相关的？前面这幅画说是画了12天画出来，说是一只上山虎。上山虎是又要上山吗？不会又让我们上山吧？啊！我等一等，我现在觉得刚才是让我们收集12个赞，为什么是12个赞呢？会不会跟数字有关？我们之前因为一直 S 给我们的提示都跟数字有关的东西，地图上面有没有什么数字的？黑坊旁边的垃圾桶，那里藏着我留给你们的东西。自己的作品给路人品尝，累计好评达到12条以后呢，就能拿到你们想要的线索了。此画是我用了12天的精力苦心制作完成。地图上面有没有什么数字的？有12啊！12背后。指双河洞国家地质。